合痔疮以后，主要是看它有几个月，如果是在这个，一般是孕期前3个月以内，一般咱都要是保守治疗为主，因为在这个前3个月以内是小儿正式发育的时候，因为有些药物啊，它是不能乱用的，包括有些，治疗便秘一些药物，治疗痔疮的药物，有些是孕妇禁忌，这种时候一般咱通过这个，热敷，局部热敷。局部坐浴，来减轻这个痔疮的症状。比如说，再一个，一些出血病人，出血病人，咱就通过这个饮食改变，比如多吃蔬菜水果接着大便软化。大便软化以后往往情况下对这个痔核压迫小，然后它都会出血，很快它都会自主会减轻。一旦这个病人出血，假如说很厉害，明显的影响这个孕妇。特别是小儿发育，一般咱到这个孕期五六个月以后咱都可以给他，手术治疗。这时候一般做手术是比较安全的，然后咱孕妇手术情况下，也要避免这个，过度。